安徽南部山区的宣城市金德县8万亩梯田陆续迎来收获期。梯田村庄山峦在云雾的映衬下，宛若一幅写意山水画。在金德县白地镇，由于高温期间加强了田间管理，农户保水到位，这里的水稻长势喜人，颗粒饱满，低垂的稻穗展示着丰收的年景。今年该镇水稻种植面积15200亩，预计产量7600吨。当地农民正利用晴好天气抢收水稻，确保颗粒归仓。